崔永元于北京时间8月3日公开表示接受徐永林的道歉，然而这却引发了黄毅清的攻击，究竟为何呢？黄毅清曾爆料崔永元私生活混乱，图源 VC 之由网友对黄毅清的言论表示怀疑。突然 ,VCJ 崔永元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趁接受徐永林的道歉。在这篇微博中，崔永元 at 了三个账号，分别是徐永林先生、平安北京、新源里派出所。其中新源里派出所这个账号并不存在，所以被黄毅清抓住了这个漏洞，随后连发两篇长文。黄毅清在微博中趁崔永元自己注册了一个新源里派出所的假账号，故意圈出来引导不知情的人看，并称崔永元自导自演带节奏引导舆论。此外，黄毅清还指责崔永元故意玩文字游戏，趁徐永林的微博账号为徐永林，并非崔永元艾特的徐永林先生。崔永元并没有就此事做出回应，然而事实情况却让黄毅清打脸。知情人透露，新源里派出所这个机构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因为没有官方认证。崔永元的本意是为了感谢基层的民警。至于徐永林和徐永林先生两个微博账号，都已经向崔永元道歉，并且发布了声明，相信做不了假的。或许是那个号徐永林本人打算弃用，而改用徐永林先生这个号了也说不定。在此之前，黄毅清就曾炮轰崔永元。7月13日，黄毅清连续发了多篇微博，其中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要曝光崔永元在上海和婚外情女人在湖北同居的证据。黄毅清透露自己手上有完整的证据链，也就是说有崔永元婚外情的实质证据。黄毅清爆料，崔永元的四个情妇或者前女友分别为王迪、陈金巧、陈杰和朱毅，并和王迪产下一子，移居美国等。7月26日，崔永元表示已正式起诉黄毅清诽谤，黄毅清也随后进行了回应。